董事长，请进。 我那个有点巧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我正在洗澡。是啊，我已经去了。数据，走啊！我已经传给龚伯伯了。嗯，一切都没问题。不会的。好，好，就这样。OK， 拜拜。 王总，你看要不要我去找一下张总，问一下你要的图什么时候画好啊？啊，好，非常好。嗯，那你这边……啊，没事，没事，您去吧。啊，小心别着凉啊。看够了吗？ 够了，那还有事吗？哦，我还有一点事要问你一下。那你在外面等我一下吧。嗯。我是指那个外面。啊，嗯，我站到那个上面去，你快点啊！ 小秋，你在里面吗？对啊，在洗手。说吧，在我干嘛？他们说你贫血，是不是真的？当然没有，胡说八道。那这些年，你是一直在生病吗？ 没有擦干净，可以了。 衣服还给你，那我走了。嗯。